Now,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saw the poster for tonight's event, but I think somewhere small in the corner, you see my face, right? On the poster. You're the first one. I think it's small.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 also see another young man, a man playing guitar. And his name is Tyler Cohen. Now, he is a Chinese history graduate from McGill University. He also placed third at the Chinese Bridge Competition in Hunan in 2010. And tonight he's here to perform Has Anyone Ever Told You? 好，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的是麦吉尔大学的毕业生 Tyler Cohen 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一曲《有没有人告诉你》。Tyler呢说的一口流利的中文，曾经在2010年获得汉语桥比赛第三名。请欣赏。告诉你们一个小的故事。我住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邻居，这个邻居他是水耳虎的，很厉害。 然后他每天都会听到我弹吉他唱歌，然后有一天他就请我去他的家里，他说你学的中国歌是比较流行的，你住在中国学中国文化，应该学一些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知道的歌，所以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他叫我一首歌。 就是这个，花了花儿香，请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好地方，好地方，要么好风光。 好地方，要么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然后有几个朋友，他们请我来这里参加这个乐会，然后他们对我说：“你应该唱一个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的歌。”然后我就唱起来了。 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听见谁的冬天午夜的城市。 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他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天不夜的尝试。从前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有没有啊？习惯从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